这歌哈、啊、越品越有味儿，我发现啊。铁普，哎，问你个事儿，我让你给咱们保安队招新人，招的怎么样了？聪哥，我已经在网上发布消息了，相信很快就有人来。哎，老队员对我此次招新有没有什么意见？聪哥，你的决定大家都没意见，有意见那不早就跑了吗？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他们人呢？跑了。啊，是不是还得踹你呀、啊？你办事能不能靠点谱？是，聪哥，我办事不靠谱，但是我已经让我姥去办了，相信很快就有人来了。你姥办事靠谱吗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随我姥。聪哥，聪哥，聪哥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那个你再看看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次又再出乱吧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的。是，聪哥，放心吧。谁？李有劲儿。他不还是上次那个人吗？他怎么又来了？是不是上次那个大力士，然后碰他一下就嗷嗷喊疼那个？是，那不废物吗？要他来干嘛了？又让那个聪哥，他说他自己有了一个全新的设计，整个人焕然一新了。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啊，进来，刘静，进来吧。行，来，哎呀，你别败坏我东西了啊！我问你，你上次摸你一下你就疼，我要你有啥用啊？不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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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治好了。我跟你说，经过上一次，我痛定思痛，我去医院把我身上的疼痛神经全部摘除了。所以现在怎么打我都不疼。太好了、哎、太好了，马上就录用你啊。谢谢队长，来给他掰一个鸡腿。哎，好。哎，中午买的啊，熏鸡可好吃了。哎，尝一个。 来什么熏鸡？吃啊，鸡腿。小鸡，对不起你啊，太残忍了，好可怜啊。哎，他干嘛呢？那个聪哥，这是手术副作用，疼痛神经摘除了，情感神经丰富了。我跟你说，这就是个鸡，这老百姓整天都吃，你吃你尝着，挺好吃的，快快快，是不是？看。跟他说对不起。滚！上边自己待着去。哎，这就是你干的事儿，是不是？聪哥，我没想到能这样。我今后还能不能信任你了？我问你。那个聪哥，那个我老说还有一个人，你就要不再给我老一次机会？谁？方倔强。他不也上次来过那个吗？啊，不就是跟人对视三秒，然后就必须要制服人家吗？上次他把我都制服了，是你又叫他来干嘛？不是，聪哥，他说他有了一个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让进来。哎，方倔强，进来吧。方倔强啊，这次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，把握住。行。我哥这怎么回事呢？哎，你看我干啥？你想打？哎呦我去！不是，这不跟上次一模一样吗？啊，哪有变化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看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想咋的？拉回来，拉回来！冯静，你想咋的？滚！我你想咋的？滚！还一个！我哎。我问你啊，黄学校，你不说你有什么改变的方法吗？你哪儿改变了？我确实找到了我这个问题改变的方法啊。啥方法？我这样不就没事了吗？来，继续试试吧，试试吧。
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队长，好像真没事了啊！太好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上次你来我就特别喜欢你，就你那个暴脾气跟年轻时候的我一模一样。咱们不是这么戴眼镜的吗？你看我干啥呀？哎、你看我干啥呀？哎、起来，你起来，你上后面待去。不是这怎么这是不是还变异了？会有余光瞟人了？给破眼镜，让上后面坐去，坐。天福啊，你跟你老现在在我这一点诚信都没有啊！是那个聪哥，要不那个这样，那个你再看看最后一个吧，保证跟以前不是一个人。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我 pass 掉的人不要再让他出现在我面前，听见没？好，聪哥你放心吧，就当这次是给我和我老一次机会。谁？别管我是谁，我就问你们保安队是不是招人吧？对啊，那我就来对了。这举动怎么这么熟呢？你把那眼镜给我摘喽。这不还是上次那个人吗？啊，你又来干嘛来了？我上次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说一半你跑了，把我自己撂那儿了。是这样，队长啊，上次一战我总结了一个经验，要击败隔壁的保安队啊，不能用武力，要靠这儿。什么意思？所以，我学了3个月的军事战略部署。什么用啊？来，给你们展示一下，过来看。来，都过来，看啊，来都看看，这是一个丁字路口。对，这是我们保安队，这是他们保安队，他们有3个人，而我们除了队长有4个人，我们给他来一个大包围。你拉我干什么玩意儿？你想怎么的呀？你拉我干啥？讨厌！拉！对不起啊！起，拉回来，起来！啊，起！怎么样，队长？不是，我发现你啊，今天学个这个，明天学个那个，你能不能把一件事给我干好了？你从小到大有没有梦想？梦想？很久没人问我这个问题了。还记得，那是我15岁那年，我一个人漫步在海滩，阳光金灿灿的，远处驶过一艘轮船，老船长在抽着烟袋，和水手们亲切的交谈，他看见了我，向我亲切的挥了挥手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我没有梦想。来，滚！啊，不是那个，再给我个机会，队长，我在边上待着去。马上隔壁保安队就来，我问你啊，这么三瓣烂蒜有什么用？怎么办？别来无恙啊，徐队长。哥，肚子又胖3圈哈。听说你们保安队真招不上来人了，赶快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吧。告诉你，还真就不巧了。上次我的3员得力干将，这次都进化了哦！哎，就是这么寸，那就比试比试吧，来呗！队长，让我来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好好的啊，别给我丢人啊！在开始之前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说你们保安队有几个人？很明显，3个。好，我先部署一下。你们是3个人，哎，你们3个，我们呢？除了我们也是3个啊。你三家三干啥呢？不是，你先别动啊。你六干啥呢？我说你干啥呢？打人呢你、啊？我打的就是你，哎、给我打了。等会儿，我很了解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家乡是在佳木斯的旗台河镇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旗台河镇有一条旗台河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从小。你就爱好游泳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天福，他又跑了是吧？又跑了。好。哎呀，许队长啊，你的队员就这样啊？我打他的，我今天打，我打了。徐影像上。你这时候你带啥镜子呀？
不老多，这玩意儿干啥？站！你干嘛呢？自残呢？那不是犯不上吗？许队长，你今天这顿打跑不了了，收招吧。小虎，我来会会你。上！对不起呀、啊、哥，你我们这些干保安的其实挺不容易的，你想风里来雨里去，家里要是不困难谁能出来当保安呢？你想想是不是？揍他！对不起啊，打你了，对不起啊。我宣布，保安队解散。